索大台 Shiftfighter 15周年 Cammy 啊，今日要为大家开箱嘅 Cammy 啦。Cammy 系 Shiftfighter 第二个女性角色啦，首次登场系响 Super Shiftfighter 嘅，即系由12个人可选用角色咧，增加到16个人可用角色嘅，其中4个入边嘅其中之一个。呢个就系 Cammy 啦，Cammy 嘅本体啦，8个可换头啦，3个可换手啦。非常之尷尬的位置嚟嘅，個手咧，將呢個手有個 accessory 嘅，我係唔見咗，跌咗啊！所以孖辮，我頂帽係撐唔到啊，黐死我！睇下個可動啦，左右冇問題啦，個手定女300位冇問題，所以呢個手90度啦，冇位轉嘅喎，少少呢個，因為硬化咗跑唔到，冇咁硬。係啦，呢個地方都前踢，踢少少，但係冷踢咯，冷腳踢，90度，90度，下滑到前頭啦，直地啦，手俾大家睇下先，咁之後就係呢對手刀型嘅手啦。仲有一隻係呢個比春 EV 型嘅手啦。呢個仲有一個頭雕嘅，所以我買俾大家睇一睇先。所以仲有一隻頭雕係呢個單眼嘅手啦，因為單眼嘅頭啦，都係夠優嘅，都係可愛型啦。好啦，之後我哋攞出之前介紹過嘅 Vega 同 Blanca 幫大家做一個對比啦。都係好明顯看到係呢個 Cammy 係比較苗條啲嘅，比較細嘅，屬於係女仔嘅角色啦，所以個比例係非常之好嘅。之後我再攞出將軍同佢一個對比啦，因為喺個故事入邊咧 ，Cammy 係俾將軍捉咗去洗腦啦，而成為佢嘅爪牙之一嘅。所以其實佢之前係呢個美國嘅，屬於係嗰啲。美國嗰啲特種部隊咁樣啦，所以最後俾呢個
家攞再洗到粗個比例係咁樣啦。好啦，今日 Cammy 嘅介紹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OK 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KO! Winner is...